大家好，欢迎来到 Grace Life。 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做一套初学者的运动，原因呢是因为我最近录了很多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的运动，或者是需要用到哑铃或是弹力带的运动。那我担心就是你们如果有一些刚加入运动行列的人会觉得说这些运动太困难了，那你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做运动。所以呢今天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所要做的动作都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也会有虽然说是简单动作，但是还是会有不一样难度，所以你可以依照个人的体能状况来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今天的动作都不会太复杂，然后也不会太长。我们总共会有六个动作，然后在第三跟第四个动作会算是比较难一点点，然后你可以选择做难的，或者是选择做比较简单的动作。我们每个动作呢要做12次，从头到尾六个动作做完以后再做一次。OK，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开始吧。OK， 因为今天动作比较简单，所以呢，不至于说就是强烈到一开始做没有暖身就直接做这些动作的话就会受伤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主要运动的部分。第一个动作呢，我先做给你看，因为是初学者的这一套是初学者的运动，所以呢我会顺便讲解一下动作要怎么样做才会是正确。OK， 我们第一个动作要做向后弓箭步踩，然后加上提膝。所以呢我要你站在前方，如果有瑜伽垫的话，站在前方，右脚向后一踏步。OK， 然后呢向下膝盖弯曲，记得你的膝盖不要这样子左右摇晃，然后呢膝盖看能不能够呈现90度，我不要你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的话你脚弯曲幅度太大，所以呢我要你向后踩的时候尽量踩大步，然后向下蹲起来，提膝，手摸膝盖，然后呢换另外一边。 OK， 做这个动作的一些小技巧呢，就是你如果发现膝盖这样子左右弯曲的话，就代表你可能不需要蹲这么低，你可能蹲一点点就好，然后起来。 OK， 我们一起做12次，预备开始，向后起来，换边，2 3 4 5 6，记得挺胸，7 8，你如果提膝没有办法这么高的话可以低一点，9 10 11，最后一次12。 Alright， 第二个动作呢非常的类似，也是轮流左右，我先做给你看。我们要做的是侧弓箭步，也就是说呢右脚向右边踩一大步，屁股向后坐，膝盖弯曲，身体向前一点点的倾斜回来。那你可以再加上你的提膝的动作，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是回来站稳就好。 OK， 小 petball 就是呢你向外跨一大步，你如果没有办法蹲这么低的话呢，你向外一大步，浅浅的膝盖不用说弯曲超多，然后呢直接起来，这是简单版的。困难版的话呢就是蹲低起来，金鸡独立。 OK， Alright， 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先右边做6次，换左边做6次，预备开始，一起来，二起来，三，你蹲越低起来的那一刹那需要用越多的力量，四，有点像是那个五火箭这样子要起飞一样，这样子要用力起来，六，可以换另外一边，现在向左边踩，一二三，向左边踩的时候呢你重心是在后方，所以呢你脚趾头是可以起来的，五六。 Alright， OK， 再来是第
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会比较困难，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你要做难一点的，或是简单一点的。我们要做的是180度深蹲跳 ，OK？ 深蹲呢，记得你脚稍微比肩膀宽一点点，然后呢，脚趾头是朝前方，蹲的时候呢，屁股向后坐 ，OK？ 然后呢，我要你屁股向后坐的时候。重心是在后方，所以呢，在蹲的时候，你脚趾头可以起来的。然后呢，你的脚跟是大部分的力量都是在脚跟上面。你如果没有办法蹲这么低的话，没关系，浅浅的蹲，身体要成一直线，不要这样子屁股向后翘，也不要这样子蹲 ，OK？ 肩膀向下挺胸，然后呢，我要你180度转身跳，转身。跳，你如果没有办法做跳的动作的话呢，没有关系，我要你，蹲起来，蹲起来，然后换另外一边，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同一只脚会粘在地上，这样子转来转去。然后你如果是做不跳的动作，你就是先左脚不动六下，换右脚不动六下 ，OK？ 所以呢，依照你个人的。体能状况，选择你要做哪一种。我们做12次，预备，开始，蹲，跳，一，跳，二，跳，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Alright, OK, 再呢，下一个动作也是算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动作，我要你做地板动作。这动作呢，一样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比较困难一点的版本，我要你手掌平平的放在地面上，膝盖弯曲，然后呢，身体成一直线，左手先手肘着地，右手手肘着地，右手手掌，左手手掌，然后下一次的时候换成右手先左手。然后左手、右手，这是最困难的版本。你如果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的话呢，我要你就是这样子撑着 ，OK？ 你如果困难的版本做到一半没有办法做的话呢，就是撑着 ，OK？ 我宁可你撑着，也不要你就是随便就这样乱放弃了 ，OK？ 12下，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下一动作我们要做的是腹肌肌肉雕塑，我让你翻身过来躺下，然后呢，我让你脚板碰脚板，膝盖弯曲打开，手在前方，然后向前卷曲 ，OK？ 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哦，还蛮简单的嘛。OK， 再来呢，一样躺在地面上，脚板着地。这次呢，我要你做提臀的动作，膝盖呢与肩同宽，然后呢，脚板差不多这样子的距离。OK， 就是很自然的，你如果膝盖弯曲所放下的这个。就是身体很自然的动作，然后呢，我要你屁股举起来，然后呢慢慢放下。那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记得我先讲解一下，所以你们还不需要跟我们一起做。你屁股提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感受到是你的屁股夹紧，屁股外侧肌肉跟屁股内侧有点好像是有两个屁夹，屁股的脸颊就是两块屁股中间好像是可以夹着一张纸这样子。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要你很注意的是，你起来的时候不是说身体这样子凹沉，而不是要不要我不要你身体这样凹哦，因为这样子
你在做凹背的时候，你用力的地方是你背部肌肉，而不是太多的屁股肌肉。我要你着重的部分是屁股，所以呢，提臀的时候，记得身体一样是要用力成为一直线，但是不要说变成你在练背肌。OK， 我要你练的是屁股的肌肉。Alright， 那简单的版本就是你屁股放着，然后屁股起来，然后屁股放下。你如果需要想要挑战自己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你屁股起来以后呢，放下没有碰到地上，直接就是起来。OK， 预备，12下，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最后一次12，慢慢放下。All right， 我们从头到尾五个动作就是这样子，我们再做一次 ，OK？ 那因为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讲解太多。第一个动作回到后弓箭步，加上提膝 ，OK？ 你们准备好吗？右脚向后踩，预备开始，一，提膝，二，提膝，三。不需要蹲太低，五，膝盖不要摇晃，七，八，九，挺胸，十，十一，十二 ，OK， 下一动作是侧弓箭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你蹲越低的话，就越难起来。OK， 换另外一边。所以你如果起来的时候感觉起不来的话，你可以蹲前一点，蹲前一点。OK。是180度深蹲跳 ，OK， 一样。你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做蹲 ，OK， 不要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屁股向后。OK， 再来呢，我们要做的是核心加上手肘上下，所以膝盖着地，手掌着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哎，差点要做第13下。OK， 翻身，要做蝴蝶卷曲，所以呢，脚掌碰脚掌，膝盖开，手在前方，预备，开始，一、二。七、
地上，手放松在身体两侧，提臀，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一样哦，膝盖不要乱晃，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All right， 我们的主要运动部分结束，我们稍微的来拉一下身体肌肉 ，OK， 所以呢，膝盖弯曲，叠着交叉。身体呢，可以稍微向右边不倒翁，换左边不倒翁，起来，换边向左边，向右边，脚掌碰脚掌。深呼吸，反方向深呼吸。All right， 我们今天运动到此结束。希望你们觉得今天这套初学者的运动对你们来说有帮助。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有讲解的初学者运动的话呢，一定要留言告诉我，因为对我来说，常常会忘记说可以来设计一些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做的运动。如果觉得这套运动对你来说有益处的话，一定要跟我讲。那我们下个星期见咯，拜。